两只还是很容易对付吗？
萨满，你就不用打了，只管奶吧。好吧，我们再试一次。打死他了。好，我们就这么打，一定能顺利通哀嚎的。嗯，我们上。上啊。我们走，小心一点。摩西摩西。啊，萨满，小兵救我了一下，我被怪干了。看来只能杀过去了。三只怎么打呀？好说 ，MT 拉一个，法师羊一个，猎人兵一个，上。孙子。猎人，你搞毛啊？法师，你搞毛啊？为什么怨我 ？MT， 你搞毛啊？傻妹，你搞毛啊？好啦，法师杨阿姨男 ，MT 拉左边的触手，猎人动右边的触手，谁出错我电死谁。休息一会儿 ，WC 的、洗脸的、接水的，都速度去。到！快说 ，MT 在哪儿？马上要升级了，离城里又近了一步。我看地图上还有好多好多没有去过的地方，真想赶紧升级去外面看看。我看到除了奥格瑞玛外，还有好多好多大的城市。我们想有一天能去暴风城居住，因为我喜欢这个名字，那里一定很美丽，人们友善好客，温柔可亲。我一定要努力升级，早日去往暴风城。MT， 你愿意陪我一起去吗？不愿意。是啊，我要带着我的军猪游遍整个艾泽拉斯，看那些没有看过的风景，在那里刻上猎人到此一游。MT， 你呢？我要成为强力的 MT。孙子又在你了，嘿嘿。MT， 你不能这样，这样怎么成为强力的 MT 啊 ？MT 不就是美桃吗？是勇敢的，是坚强的，是临危不惧的，是视死如归的，是要与伙伴共患难，与团队共存亡的。啊，原来我这么牛掰，我都没有发现。到！快说 ，MT 在哪儿？往哪边走啊？嘿嘿，只要俺的宝剑告诉你们。等等我。如果级别低，这里跳起会 ADD 到上面的怪哟。MT 快点呀，前面有个 BOSS。